待会儿上孩子上子怡城再待，因为现在疫情防控，他会要求要回答问题嘛，对吧？哎呦，不说的就是。要回答啥问题？啊，记者问。我问什么问题？按按下您的手，给我们留下。你有袋儿吗？对对对。你两个手，你可能一个手力量还是有点，我看有点不太显，有点力气啊，想按哪个手就按哪个手。啊，压着，再进，把那个前面那个啥也，哦，那个啥也压着，要不然按留不下。先给我按了啊。我手是有点丑啊，我怎么不像个女孩的手呢？我给你了，来吧。别在旁边签字。这是你的专属的。签字。啊，你随便填就行，哪个空，哪个地方有空好签你就签吧。我手是有点丑，在哪儿？可以可以。嗯，这个上面可以签，这个可以签上，对，可以签那个没上。有没有？哎呦，我当心，没事，他磕了一下。那个好疼啊！